我们现在要讲的呢是隐喻的破解，浪漫主义。刚才呢我们已经说了，在那个荷马史诗中的那个局里面呢，就是由女神们呢搭建了一个舞台，然后呢男性英雄呢去破那个局，结果嘛他们奋斗无门，结果呢纷纷下场悲惨。那么我们也介绍了希腊的几个城邦，他们的不同的对英雄主义的理解。像斯巴达，男性呢就变得特别的男性化，结果呢住在军营里，结果呢却也不行啊。他们这种英雄主义呢，虽然战斗力很强，但是却和妇女呢，搞坏了关系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我们说的是雅典，雅典的那个男性呢，他们以文化、以精神、文化那些东西呢为他们的主题词。英雄的主题词，但是最后呢，看来结局也不佳。那么回到荷马史诗的这样一个结局里面呢，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。这第三种情况呢，就是荷马史诗的下半部。那个下半部呢，就是奥德修斯回家的路上，叫做《奥德赛》。《奥德赛》里也有浪漫主义啊，这种浪漫主义呢，就是极度的诱惑和极度的克制，动态的平衡。你比如说那个奥德修斯很有智慧啊，他呢，比如说在回家的路上啊，听到那个什么，听到海妖女神的唱歌，海妖的唱歌非常好听，但是一般的人呢，就不行，就用那个蜡呢把自己耳朵呢就封起来，但是奥德修斯是英雄啊，他就把自己呢绑在桅杆上。结果呢，他就听到了特别好听的歌声，但是又不至于，因为歌声的诱惑，就被俘虏到那个岛上去。还有一个故事也是说他的，就是他的夫人非常美丽，在他那个去打特洛伊战争的十年当中，又在那个回家的七八年当中，十几年的中间呢，被那个七八十个情人追求，但是呢，他那个。妻子呢也没有就是，失去忠贞，所以也是极度的诱惑、极度的克制、动态平衡，那样一种精神呢，似乎要讲一些更深刻的道理，就是说，那个男性做英雄奋斗无门，浪漫总可以吗？那么这个情况下呢，有一种情况，像斯巴达就把男性当回事，不把女性当回事，还杀婴什么的，但结果不妙。还有一个呢是雅典的男性，他。做不到斯巴达那样，斯巴达人做到那样，靠的是小时候就过军营生活，靠的是赤脚走路，靠的是军营生活，那样一种文化，你叫雅典人不去读荷马史诗行吗？叫他们不去研究哲学行吗？叫他们赤脚过军营生活，他受得了吗？所以雅典呢，已经被设定为当文化人了，已经被设定去当当事人了，但是他用这样一种文化和美，还是不行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？那就索性换一种活法，这种活法就不当英雄了，我们去当什么呢？我们就去当浪漫主义者。所以《荷马史诗》的寓言呢是非常深刻意义的，后半部基本上不讲奋斗了，讲的是回家。奋斗呢，在一个设定的局里去奋斗呢，是摆脱不了那种悲剧性的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怎么努力。不管战争是赢还是输，你永远是输家，因为在女生设定的局里，你永远是输家。也所以有这句话叫做"英雄睁开锁帘的呼声"，只不过是为以后的几代人啊奠定了卖身契。这句话是罗马罗兰说的啊，这英雄常常很傻，然后呢备受命运的折磨，甚至备受女性的折磨。这就是荷马史诗说那个特洛伊战争是三个女生挑起的。那么那个英雄的悲剧命运呢，就是使得他们呢。饱受折磨，容易扭曲自己，容易被控制。但是人的英雄和神的英雄究竟是不同的，所以后来人塑造英雄形象，塑造超人啊、佐罗的形象实在是太好了。他摆脱了男性被控，增加了他的自由度，摆脱了被控的这个结局了，实在太好了。但是在荷马史诗里却不一样，这里面的英雄是被女性、女神设立的局里面去冲冲杀杀。我们上次也讲了。我们在希腊的历史里面，希腊的女生地位最高。然后我们说中国的女生呢，是人间的英雄，女英雄。
但是受到人普遍的尊敬，像女娲啊，像那个嫦娥啊。但是呢，在那个有的西方的神话里面呢，他是把女性呢当做一种诱惑啊，或者当做没有从女性的角度去思考她的一些问题。但是在这个女性崇拜的希腊文化里面呢，那就看到了那种男性为了增强他的自由度，摆脱被控的命运呢，后来就不再去当英雄了，不再当英雄，那怎么办呢？去当浪漫主义者。那么以前《伊利亚特》里面的，由于女神的引诱挑拨，结果呢产生了一个舞台，结果嘛男性去打仗当英雄，后来得不幸。那么这样一个情节呢，在下一部的《荷马史诗》就是在《奥德赛》中呢完全变掉了。这里我们想起哲学里的一个词汇，这个词叫做异化。异化什么意思啊？异化就是说，本质上说我从事个工作，结果我被这个所从事的工作被控制了，失去了自己了，然后呢就走向异化，异化的相反。那么希腊人也是这样的，他不再向女神崇拜了，他走的路就是回家，他是不是要回到一个天国里面啊？那也不是，他回到自己的家里，人间的家里。所以呢，他就那个奥德修斯啊，就不放弃回家的路，从而走上一个浪漫主义的道路。荷马史诗里设定的最聪明的一个人，就是想出木马计的奥德修斯，他才是真正的深刻的浪漫主义。所以为什么荷马史诗写两部呢？前部就写一个那么奇怪的战争，弄得那些英雄一个个战死不幸；后半部却是说最聪明的人反而就是摆脱了游山玩水了，找到自己了。这两部史诗的巨大的差异，常常使人怀疑这是不是同一个作品。这里呢，我们就界定了两种浪漫主义，一种是比较肤浅的浪漫主义，无非就是没有当过英雄，却想搞浪漫的人，不深刻，没底气，没有曾经沧海，没有挣脱过锁链，没有被异化过，没有被悲惨的生活折磨过、征服过，没有人生的经验，没有当英雄的人怎么浪漫呢？那么没有取得过一定成就的人怎么谦虚呢？那个是一种啊。奥德修斯的形象恰恰是另一种，是先是当英雄，然后再浪漫，这就是荷马史诗要揭示的真理。那么在这个一个设定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了一种中性的浪漫主义。在西方的语言里面，不是有阴性吗？不是有阳性吗？还有中性。你比如说那个斯巴达人的一个阳刚之性，应该它是阳性。那么雅典的那种英雄设定呢，它基本上是阴性的。那么我们再来说呢，荷马史诗里所要表现的一个完美的英雄呢，走浪漫主义的英雄呢，其实是中性的。这种中性呢，是英雄对异化的克服基础上产生的。只有在这个克制的层面上，在曾经沧海的基础上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才找到了自我。这样一来呢，就很有趣了。所以呢，《荷马史诗》的下半部呢，就为英雄设了这么一个局，包括去刚才说的听海妖女神的，海神女妖的歌声啊，也包括他的夫人那个能够守住他的那个爱情。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真正找到自我的时候，不管是海妖设的局，还是别人人间的诱惑设的局，对你都是没有作用的。只有在这个含义上，你是内外兼修，可以说上真正的英雄。虽然那个英雄的定义变了，但是你还是英雄。这个时候的英雄已经不是看你有什么超能力，而是说你能够承受，你能够有多大的承受能力，你有多大的忍耐能力，你有多大的对自己的信仰的一种坚定性。这里面啊，最要命的一点，就是又要让你不断受到诱惑，又要让你守住自己，这才是《荷马史诗》里面所要揭示的一个本质问题。一方面，下半部的那个《奥德赛》呢，
人仍然称一个人啊，一个英雄啊，仍然被处在各种各样的折磨之中，各种各样的诱惑之中。但是和前一部不同，后一部的英雄他是有主见的，他是不跟着局走的，他是能用自己的智慧去找到一条出路的。所以呢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呢，我不主张把荷马史诗的后一部看成是它的精神意义，次于前一部。往往人家对荷马史诗有这样一种评价，因为前一部讲的是英雄的故事，非常有意义的；后一部讲的是游山玩水的故事，非常没意义的。实际上，荷马史诗只有在后一部的陪衬下，荷马史诗里面所揭示的英雄概念呢，才真正的圆满。从深刻性上来说，后一部根本就不是一部神话的故事，后一部实际上它所反映的深刻性，而对人的这种内在的个性上的要求，都是超过前一部的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来谈那个浪漫主义了。浪漫主义这个东西啊，是挺有意思的。一种浪漫主义啊，它就是有一个乌托邦思想。浪漫主义所能想象的东西，都要超过它的实际可以给它的东西。它需要一个很大很大的想象空间，才能存活。你叫它活在现实世界里，它还不行。所以，这是浪漫主义的第一个特征。实际上，乌托邦也没有什么不好，至少它给了你远方的一扇窗户，而里面是点着灯的。第二个情况，我们说浪漫主义者就在两个极中跳，他不能停在一个地方，他要在对立的两极里面跳，永远去找那个永远找不到的那个度。一方面在北极，一会儿要跑到最热闹的都市。他要同时在北极和都市闹市里面建立功勋，等到他在闹市里面奋斗了，成了最伟大的一个成功人士了，突然之间他明天跑了，他跑到荒野里面去了，这是他的一个不稳定性。所以呢，那部史诗里面呢，就运用那个浪漫的漂流来说明浪漫主义，实际上就是界定这个不稳定性。浪漫主义的第三层含义呢？也就是它是向善的，浪漫主义的基本上还是朝真善美的方向在发展的。而它的第四层含义呢，就是说浪漫主义者啊，做事情实际上是不计功利的，他只有对远方的那样一个光明的渴望，他做的事情呢，却不是为自己很功利的，是无私的。然后这个浪漫主义者呢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，就是说他那个一有冲动就行动，他当中的那个理智的克制性比较小，而那种随意性比较大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往往靠想象力，然后去做事。他受到那个想象力、理想性方面比较多。但是现实的世界呢，它就比较少。这里呢，我们就要谈一谈这两部史诗里面的一种对峙性、对立性。你比如说，在那个《荷马史诗》的前半部里，那个奥德修是一个非常英俊的、富有智慧的英雄，但是他回家的时候，他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什么？扮演又老又丑的乞丐，乞丐。在那个前半部里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大英雄，武功一流。那么回来以后呢，他装作自己是没有武功的，只是到最后比赛的时候，他才把那张弓拉开，把情人、把他妻子的情人一个个射死。我们再来说，那个早期的荷马史诗里的那个奥德修斯。他是一个唯一的没有遭遇太大不幸的幸存者，但是他也是受控的，他是为了一个贡献特洛伊城这样一个集体性的目的去服务的，但是他要努力去当英雄，去完成神的意愿，
但是在后半部的《奥德修斯》里面，《奥德赛》里面，那个奥德修斯的却是个为自我生活的人，他仍然有智慧。那么在这样一种对峙对比里面呢，我们就看到呢，什么叫做曾经沧海？等到他突然之间找到了自我，同时也理解了什么叫真正的智慧，什么叫真正的命运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切神圣的污浊都没有了，一切都是很简单，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生活是美好的，人的命运是可以用自己生活、自己的智慧把握的。这里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叫观念，一个叫行动。哪个比较重要？是观念比较重要呢，还是行动比较重要啊？应该说行动比较重要。很多浪漫主义者啊，仅仅停留在想象里面，他们是观念的浪漫主义者。而那个奥德修斯啊，却是制造故事者。他年纪这么大了，还经常浪漫，经常去制造故事。他的故事很多啊，有被巨人抓进去了，在山洞里，他如何躲在山羊肚皮里逃出来啊？怎么把一个巨人的眼睛给刺瞎啦？他又怎么能够听海妖的那个歌声啊？他又怎么那个航海啊？等等等等。等到他回到家里，故事还是层出不穷。据说呢，他扮成一个乞丐。据说呢，他太太呢要举行一个比武，看谁还能拉起这个弓，他就嫁给他。那么这个情况呢，那个奥德修斯虽然年纪已经40、50岁，但是他武功从没撂下，他仍然那么精神抖擞，终于拉开那个弓，他妻子也认出他了。从这种情况来看呢，我们呢就感到，实际上《奥德赛》这部荷马史诗，其中的深刻的内涵，实际上应该说是发人深省的。我们这个故事呢，是一定要从那个浪漫主义者不容易成功开始。为什么不成功呢？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太大，你又没有浪漫的基础，还要去浪漫。结果往往要失败，也就是说，你没有浪漫的基础而去浪漫，你要失败。但是奥德修斯是成功的，他本来就是个国王，而且最聪明的人，学问又好，武功又好，还经过战争的磨练，他的身份摆在那里，本来就是一个能够左右一切的人，又有战斗经验，又有人生经验，又有聪明才智，又谦虚，又浪漫。所以呢，你要去当个浪漫主义者呢，最好先去当一回英雄，使得你有浪漫的基础。所以没有浪基础要搞浪漫的人，90%都要失败。啊，这是我们看呢，为什么奥德修斯容易成功，别人容易失败。第二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那个奥德修斯啊，他是个故事的制造者，他不断制造事件。我们说呢，一个叫观念。一个叫行动，我们说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呢，还是观念主义者？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。行动主义者的人比是精神上的浪漫的人容易成功。像那个奥德修斯啊，他实际上是个行动上是非常那个，非常什么？行动上是非常浪漫的。奥德修斯能够成功呢，他还有第三点。就是他的浪漫里面是包含理性的，这个挺好，可以保护自己。你看那个奥德修斯浪漫到极点，但他总有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从来没丢过，就是回家。为什么回家变成一个哲学命题呢？为什么那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诗人的目的就是回家呢？其实根子啊，还是西方文化一个传统，就是回归你的本性。中国也有一句古话，叫做落叶归根。就回来，回到你的本性。回家就反映了这个意思，他目标非常清楚，不仅要找回到自己，还要找回到自己的家。西方文化里面的这个很深刻的一个哲学命题呢，在奥德修斯回家的故事上呢，变成了一种信仰。他就是要回家，
设想假如荷马史诗他最后没有回到家里，那他就是不成功的。所以呢，他就是说找到了那个目标。我们说他的第四个成功呢，就是他是在两极之中跳了，很多失败的浪漫主义都不能找到那个度，而那个奥德修斯却是找到那个度的那个人，他找到了两极之间跳那个最后的中间的那个度，给他找到了。这使我想起青鸟的故事，说有一个青鸟，有个人在家里一直觉得家里不好，于是跟着要到外面跟着一个青鸟到世界上找最好的东西，找啊找啊，走遍世界，最后回到自己家里了。那么那个青鸟说，最好的东西就在家里，所以呢，他才明白，原来呢，在身边的时候不觉得宝贵的东西，一回家，宝贵了，这就是真理了。所以呢，这是多好的一种生活的教训，是多好的神话。而那个度是什么呢？度就是找到了自己。那么还有呢，最后一点，就是说，在一个充满艰难困苦、充满各种诱惑，也充满着各种奋斗精神的一个世界里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是找到了一个圆满的结局，这就是奥德修斯就是情节。奥德修斯用什么来破解那个魔法的呢？在奥德修斯面前，似乎魔界的力量没有了，那个女性也不神秘了。男性也不是英雄了，结果就回到了人与自然这么一种简单的关系上，无非就是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人与人之间是可以和睦相处的，于是成了一个胜利者，一个回归本性的人。那么我们就要来解答我们的另一个命题：奥德修斯情节究竟是什么？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。所谓的奥德修斯情节，就是找到你自己，走你自己应该走的路。只有在这一点上，你发现了一种新的和谐，人与人之间和谐了，家与家之间和谐了，男性和女性之间和谐了，人和社会之间和谐了，这之间的统统的对立、统统的障碍都突然消失了，大家都过得非常好，还是一个和谐社会。